Hello，咱们来尝一个椒麻贡菜，椒麻口味的，看着就能好吃。这一包是500克啊。嗯，老滋味啊。好吃。咸麻椒。有些人喜欢吃那个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能吃。它就是配料调味的，老爽口了，酸辣咸香，酸辣加一点甜味儿，女生几乎都喜欢吃酸辣脆的东西，怎么说，就是挺解馋的感觉，就是这个口味儿。